中国外交历来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因此对于南太平洋国家这样的小岛屿国家，我们一直有着一份特别的关注和支持。我们愿意同南太国家互尊互信，平等相待，支持南太国家坚定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也愿意同南太国家互帮互助，共赢挑战。就像你所说，中方第一时间紧急驰援汤加的火山灾情，支持所罗门群岛维稳止暴，向爆发疫情的南太国家援助疫苗和医疗设备，展现出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我们还愿意同南太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中国太平洋岛国应急物资储备库已经启用了，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还有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即将建成。中国是南太国家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我们愿意共同打造不同大小不同制度国家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的新典范。谢谢。